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四十年前，歌手杨贤把诗人余光中的八首诗谱成了曲，在中山堂办了一场音乐会。那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开启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民歌世代。今年是民歌四十年，很高兴邀请到民歌之母陶小青来跟我们分享民歌四十。老师你好，你好，慧玲你好，大家好，真的非常荣幸。我们刚刚那个歌一放下来，仿佛时光就倒转。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我刚才跟陶姐说，那个每一个男生唱那首歌的时候，看起来都特别帅。是，这里面有两句歌词，我觉得真的很可以代表民歌。他在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对，可不可以先请陶姐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快闪活动为什么那时候会举办呢？好，其实这个活动其实是李健富他曾经办过两次，是台北一次，然后北京一次，这是他跟那个马一中他们一起做的第三次的快闪活动。是那当然因为李健富也是我们音乐人交流协会的理事长是我们其实在两年以前就规划要办这个民歌四十了。嗯，而且呢在我们的设计之下跟我们的游说之下李健富顺利的他同意了，然后我们顺利的在改选理事长的时候，从去年开始他就担任了我们的理事长然后殷正阳把棒子交给他，对对对，然后就是期待就是在他的带领之下我们共同来完成民歌四十的壮举所以当然就是他早就有这个心，但是他也都不告诉我们，因为这个快闪东西要先知道了就没有那个惊喜了，你知道吗？我想他也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开会讨论事情他都不说，还忍得住，真的是对对对，因为真的要有那个能力是所以等到那个完成的，我记得是在农历年以前完成了以后呢，就是哇，这个他忍不住了，就传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看得好感动啊因为这次的主题就是已经离开我们的六个朋友是那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听到金山古道，黄大成一定就是很难免会想到黄大成，对对，那大成离开我们的时候大家都很难过那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歌手，歌声又很特别那他在所有的歌手里面最特别的就是他当时是参加社会组，因为他已经毕业了，毕业了，所以他年纪比大家稍微大一点点而且他参加比赛的时候是用传统的民歌改编了那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大成他所出版的唱片里面有很多除了创作歌曲以外有很多各地的民歌重新加以改编的因为他一直是学校合唱团的一员，所以他后来对于那个合唱的这个东西也是一直在推广他留下这首歌《金山古道》真的就是他的成名代表作，太棒了，一唱出来就是气势磅礴，那首歌在当年应该也是很受到欢迎，非常受欢迎那陈云山先生我一直也很佩服他对，那他写的歌曲可以非常的小品，非常的可爱也可以非常的大气，像金山古道这样真的是很棒。好，今年民歌四十的主题也是一首歌叫做再唱一段思想起对这是乐琴的其中的一段对那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这个演出整个的四十的大活动我们到底要用什么名字那所以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各式各样的名字，那后来马世芳提到说我们在民歌二十年的时候就已经用了这一句话在作为我们的宣传二十年的时候用的是同一句，对对对对那我就说哎，那我们这次就拿它来做标题嘛，因为上次只是宣传，这次可以拿来做标题那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就最后就决定就用这一句话来做我们整个活动的大标题这首歌其实当年不是原本原唱不是预定要给郑怡唱的是不是？对对对，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内幕故事好不好赖希安他写好了这个歌词就寄信去给苏莱，苏莱那苏莱收到了以后呢灵感泉涌他说不到五分钟他就把歌写完了那刚好那个时候在他的家里头是很多的歌手都会去聚会的一个地方那一天刚好郑怡去，那苏莱迫不及待就想献嘛，就是说我最近写了一首歌他说但是我是要留给李健富唱的他本来想留给李健富，李健富在这里，对对对，当年这么的帅。后来郑怡听到这一首歌就说对，这怎么可以给李健富，这应该是我的他就把歌抢来了吗对对对，而且他提出了说要把副歌那个再唱一段思想起放在第一句，那是郑怡的构想那所以后来这首歌就这样变成一首经典了，是，所以李健富就没有办法唱到《乐琴》这首歌对，这首歌其实我们知道它是纪念陈达的
陈达是一个重要的引子。嗯，那赖希安说，除了陈达以外，他也很希望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自己有多么美好的传统。嗯，哎，是，不要等到说老艺人都离开了才去怀念他。是，上一次胡德夫老师来，嗯，就说了他在民歌西餐厅以前都只唱西洋歌曲，对，然后被刺激，他就开始唱《美丽的稻穗》。对，他当然他是受到李双泽的影响嘛。李双泽问他嘛，卑南族有什么歌啊？他很惭愧说我不太会唱，然后他回去那个刺激真的是很大的。对，想都想不全，虎烂随便唱了一下，对，终于把这首歌学起来。一开始讲到那个中山堂那一场音乐会，是是是，陶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回忆一下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我是观众，是，那我一直以为陶姐是主持人。我没有，那个时候还不认识杨璇，那但是呢，他知道我常常办演唱会，那所以寄了票给我，那我就去看了啊。当天前半场的节目都还是唱西洋歌曲的，但是下半场他就是发表了那个于老师所写的词的一些歌。哎呀，我在台下听得很感动，因为以前我在主持人民演唱会，只要有人在台上唱国语歌，哪怕是传统的民歌改编成摇滚乐的，台下观众都不喜欢。我那时候在想是怎么了，那我自己心里一直期待可以听到我们自己有人创作唱自己的歌，针对年轻人创作的东西。所以我听到杨璇的歌我就很喜欢，是，那然后结束了以后，刚好那个时候滚石杂志的三毛就来讲说，后天晚上在于老师家有一个座谈会，跟大家一起来谈这些歌有没有办法可以怎么去推广，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我一口就答应了啊。那就在那个于老师家的时候，我跟杨璇见到了面，然后就问他说，哎，你那些音乐会的实况有没有录下来？他说有，但是是卡带。我说没关系，卡带也可以，你可不可以借给我，我很想在节目里面播这个实况。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有点担心听众会不会写信来骂我，因为热门音乐节目我们就是播西洋的流行音乐啊，最红的最受欢迎的，你怎么搞了一个中文歌，中文歌在那里播。我预期会说有人会写信来骂我的，是，结果那时候反应如何？反应好到不行，有很多人说我还想再听，那也有人说我也写了歌啊，想要来发表。对，他们就问说，我也写了歌，那个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说可以发表。我就说，因为那个时候节目呢收到听众的信，我就立刻就互动嘛，就是回应。所以老师那个时候没有观众 call in， 那时候还没。没有，那时候写信还早得很呢。大家都是写信写明信片啊。那结果果然就有好多人寄歌来，对，那也有人寄来了那个歌词，他讲说，可是我不会写曲啊，或者有人说这样，我不太会写词，我就好像做媒一样，对的，我就像个媒人一样，就撮合他们这样的。那或者有的人就讲说，我觉得杨璇的歌写得不够好。那我就问他说，那真狂妄，那你有写得更好的你也寄来啊。对 对，那我觉得好我就可以播出啊。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快乐，我觉得我扮演那个桥梁，有好的歌我就播出啊，然后有听众的反应我就告诉这些创作人这些歌者，然后歌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是啊，所以我也很开心。我就觉得当时那个广播那个频道发挥了一些作用了。陶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当年其实都是大家年轻人是流行听西洋音乐，为什么这些民歌会让大家这么有共鸣呢？我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时间到了啊，大家开始有些话想说。我常常有时候在想，如果不是我换成是另外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他也会帮忙那个推民歌一把。台湾那个时候的经济发展已经到快要变成四小龙了，是，那大家呢赚的钱也够多了，那有很多到国外去留学的人，特别是学文学艺术的，是，就纷纷都回来了，刚好回来，对，你可以想，我们在民歌30年的前后，云门舞集30年之前大概一年，之后一年是兰陵剧坊30年啊，你知道学舞蹈学戏剧，然后那个时候的文学创作，对，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那我那个时候就记得非常的清楚啊，那音乐这个部分也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而且在国外的那个流行的那个时候，刚好也是民谣摇滚还有乡村歌曲，就是流行年轻人
抱一把吉他自弹自唱。对，那台湾的民歌西餐厅到处都有。是，那从那个民歌西餐厅那个时候都是在唱洋歌的。对，等到民歌起来了以后呢，就开始一半一半，一直到后来的民歌西餐厅就变成大部分都是在唱国语歌曲了。它是这样子一个慢慢的转变啊。对。那所以我认为它真的是时间到了。那大家开始想，我有话要说。那很多文艺青年就除了写文章写诗，对，又多了一个写歌的管道。对，当时台湾也很受西洋流行音乐的影响，像 Bob Dylan 那一首歌台湾有江湖上，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 OK， 其实于老师那个时候刚好在余光中老师他在美国念书，那他对于流行音乐也是非常关注的。那他听到了 Bob Dylan 的那个歌曲，对啊，特别是一些非常有那个关怀人权的、反战的，或者是反正那个时候的歌曲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他也觉得非常受感动。那他还写了很多的文章，在介绍。那么当然他受到了那个 Blowing in the Wind 的影响，他就写了江湖上。他在那个写的时候就是受到那个影响。那当然杨弦在看到了以后也激发了他的想象。对，他也是受到 Dylan 的影响，然后写出了江湖上，等于是一个呼应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也非常的喜欢。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动人。对，尤其那个时候民歌时期的歌哦，好像讲情讲爱的少一点，但是题材非常的多元。对对对，尤其是我记得上一次胡德夫老师来，他就说了他在民歌西餐厅以前都只唱西洋歌曲，对，然后被刺激他就开始唱美丽的稻穗。对对对 对回去在部落里面再把这首歌学起来。对对对，学起来。对对 对 yeah, 他当然他是受到李双泽的影响嘛，李双泽问他嘛，卑南族有什么歌啊？他很惭愧说我不太会唱。然后他回去那个刺激真的是很大的。对，想都想不全，胡乱随便唱了一下。对 对，终于把这首歌学起来。天上的星星为何像地上的人群这样的拥挤呢？那地上的人群为何又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的疏远呢？对，就是这两句。哎，我现在讲都还会起鸡皮疙瘩。这个画面上真的大家都非常兴奋，一定都是跟着唱。 对，对对对对，这首歌是李泰祥老师当时捧红了齐豫。对，我就记得齐豫他为我们这次民歌四十的时候他自己在录那段话，我看了很感动。因为齐豫录的第一首歌，他是在民谣风的时候参加比赛，他录的第一首歌是乡间小路啊。走在乡间，对对对，是这首吗？对，叶嘉修的乡间小路的第一个版本是齐豫唱的。真的。那所以齐豫就讲说他从乡间小路走到了一条日光大道。呀，yeah, 非常的可爱啊。那当然这首歌曲李泰祥老师嘛，那李老师也是真是奇葩。从这个学古典音乐玩现代乐到后来他写流行歌曲啊，
那他的歌当然是不是很容易唱的，嗯，很多歌都很难唱，所以他收的学生都是必须要在他的这个训练之下，嗯，那但是像齐豫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在歌声上面就是一个天生丽质，对啊，对，所以他诠释这个李泰祥老师的歌就是太棒了，嗯。李泰祥老师也是在半年左右的时候离开我们的，对，对，嗯，从30到40，我们送走好多对民歌的伙伴，对对对，潘邦也走了，嗯，还有那个施碧梧是，还有马昭俊，嗯，还有梁鸿志，梁鸿志是在30年，就是民歌30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哦，还有黄大成，嗯，反正啊，赖西安，嗯，那个，洪光达，嗯，我们都觉得很难过了。是，对，好，我们办民歌40，他们一定会回来跟我们一起，对对对，享受这个盛宴。对，他们的歌一定都不会缺席。对，我们为了要做今天的节目啊，其实好多人都跟我们说他们当年对民歌的记忆，你只要提一个点，一个开始，大家就可以全部开始一直唱。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民歌这么的隽永？他40年前我们的上一辈的年轻人在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做了这么厉害的事情，为什么这些歌可以这么令人感动？我自己啊，在回想这个世代的时候，我的感动点也就是在于说，我每次收到听众所寄来的他们自己的创作的时候，为什么会感动我，然后我认为这个歌可以播出啊，我就播出了。那我真的是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在有话要说，而且很诚恳，是，他就是言之有物的。对，那所以当时我其实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为什么写这个歌，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发自内心的说什么话。那然后我就看你这个歌词里头你原来的那个东西有没有传达到啊，那所以我自己会认为后来民谣风啊，这个金韵奖啊这些比赛，他们都不光只是歌唱，他们还会有创作的部分的比赛，那个创作的那个精神，对，好像就是一路这样子传下来啊，对，所以那一些歌曲在当时就能够打动我们，它一定有原因嘛，那等到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仍然会打动我们，是因为我们一听就会回到那个时代，对，它会让我们跟那个时代连结在一起，是啊，那情歌虽然不多，但是也有，有的有的，那些情歌的切入点又都非常的特别，我想我当时好像也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因为情歌太容易泛滥成灾，是，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特别的切入点，陶姐有记得哪一些情歌的切入点很特别吗？没有，比如像木棉花木棉道啊，木棉道，对不对？木棉道好像没这么直接讲情啊爱的。 对，那另外就是散场电影啊，对，讲分手，是，其实他，你真的回想起来，那些歌他都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主题。也因为这样，那些歌一直到现在我们听起来，很快的都还可以进入那个时代，而且还会觉得被感动。我想要问一个小秘密，就是不晓得陶姐这么多的民歌里面，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非常非常喜欢、难以忘怀，或者是在你的生涯里面真的很有意义的一首民歌，有没有可以这样选得出来吗？当然个人化的话绝对是有啊，我喜欢的歌太多了啊，但是你现在问我，我突然会想到一首最简单的歌，而且那个歌最早那个时候通过那个送审不通过啊，它叫答案，答案，天上的星星，对对对，那一首歌啊，因为它只有两句歌词，是罗青写的词，然后是李泰祥谱的曲啊。我那时候喜欢这个歌，我就说它这个两个词写出了，人类跟天上的星星的一个对比，天上的星星为何像地上的人群这样的拥挤呢？那地上的人群为何又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的疏远呢？对，就是这两句。哎，我现在讲都还会起鸡皮疙瘩。它好简单，但好隽永的问题。对我来说，这个歌的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到国外去修那个咨商，心理咨商。那然后当我拿到那个证书的时候啊，我跟我的同学老师们分享。我就用了这一首歌，我翻译给他们听，然后我唱给他们听，对，哇，他们都觉得好棒好棒好棒。他刚好就讲出来了人类在这个地球上面的非常
普遍的现象。对，因为不管我们是哪一种人，什么颜色，什么文化，嗯，我们在深刻的心灵的最底层是希望跟人连接的。是，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疏远，对，造成我们心灵上的隔离。对，啊，那天上的星星看起来好像很拥挤，但是他们其实都是用光年来挤的，对，对不对？嗯，所以我很喜欢罗青这首诗，然后我也喜欢李泰祥，他说他在谱这个曲的时候是用了台湾的歌仔戏的哭调来做参考。是。那所以要问我这么多的歌里面，我现在一下想起来的就是这首歌啊，这首歌真的很棒。我们真的也非常谢谢陶姐，还有这一代的民歌手们，帮我们留下这么丰富、这么棒的民歌的世代。然后也非常感谢你们，民歌40再把这些感动再带回来。好，谢谢，谢谢，谢谢。